级，学会这个方法，在家也能轻松剪刘海。一、梳顺刘海，让刘海处于自然下垂的状态。二、确定分区，刘海高度在发际线向上2到3厘米，刘海宽度在两边眉毛中心点往上，从头顶分出三角区，把它分成左、中、右三个部分。三、少量多次修剪，先理直中间部分水平修剪，再微微倾斜剪左右两边。记住一定要少量多次哦。你学会了吗？